奶油和蛋糕，很好吃。你也一起来吧。天空暗暗的，云朵小姐生气了吗？海浪是蓝色的，飞翔的海鸟是白色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我可以在这里画画吗？好，感觉困困的，是到该睡觉的时间了吗？画太久了，感觉困困的，想去休息。画笔会自己画画吗？他会想画什么出来呢？不要吓我，我在想画画的事呢。星空很美，想把它留在这里，留在我的画里。春天是绿色的，草地的颜色，树叶的颜色。哇，好困，想睡觉了，明天再继续画吧。啊，你的颜色很好看，我可以用它画一幅画吗？哦，脸上有颜料，我来帮你。好了，工作都完成了，那就陪我来画画吧，好吗？